北京时间二月九日，篮网队以九十一比一百二十六败北，最终没有逃出连败窘境。九连败是对篮网现状最大的惩罚。杜兰特、哈登、欧文三人对于篮网的作用已经不言而喻了。没有了三巨头的篮网仿佛一盘散沙，根本没有什么抵抗力。开局被打出二比二十八的丢脸比分，首发全场二十一分，首发阵容全场正负值负一百八十八，8, 篮网队仿佛成了一个笑话。九连败让篮网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，篮网队真的不能再输球了。 这样下去，篮网队的内部也会出现大问题。虽然说杜兰特、哈登、欧文并未出战，之前篮网三巨头合体的次数也屈指可数，可是九连败的战绩让篮网球迷彻底崩溃了。这是输球的矛头，也是直指篮网主教练纳什。纳什肯定要为篮网的九连败负责。作为主教练，纳什在战术、用人、临场表现等方面的表现显然是不合格的。过多的依赖杜兰特、哈登、欧文，让纳什的指挥能力受到了约束。一旦杜兰特、哈登、欧文缺席， 篮网队仿佛就已经没有了元气，谁都可以上来捶几下。此役，篮网的内线篮板只得到四十个，比对手少了十二个，失误却达到了十三次，被对手进行了六次封盖，凭借罚球只得到五分，更是出现了十八次犯规，利用快攻仅仅,仅得到六分。整个篮网队完全不在状态。最为关键的是篮网队的首发球员没有一个人得分上双，五名首发球员总共得到二十一分，替补球员卡特一人就得到二十一分。 整个篮网的布局就有大问题，而且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那时，那时的执教水平真的让人吐槽。杜兰特、哈登、欧文估计也是心酸的不得了，球迷更是画出了一副形容那时执教的战术板，上面都是乌七八糟的笔画，严重的讽刺了那时的执教水平。关于那时下课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，篮网九连败的热搜下全是那时下课的评论，篮网真的一败涂地了。你觉得那时应该下课吗？